还有什么事吗？啊，没了。你先去忙。好的。想自己出来，还是我把你给抓出来？这两个是不同的性质。给你三秒钟的时间。一，果然是你。说吧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我来呢，主要是有三件事情。第一件，把我的信号器还给我。又是信号器？那到底是什么东西？用你们地球话来说，它应该是一个闪光的小芯片。没见过。怎么可能呢？你再好好想想。我说，有时候你用这种接近人的办法，能不能想高级一点啊？我说的都是真的。早知道车祸那天我就不救你了，现在家也回不去了，还救了个白眼狼，白眼狼。你说。你没事吧？怎么办？这么冷啊！被地球人发现。现在体温异常，忍耐一下，不打电话。不要打电话。叫救护车。不要。我送你去医院。起来。